你们每个月发的工资都会给父母打钱，就算是让他们分享一下我的喜悦也好。我看我们公司同事啊，发了工资每个月都会给父母零花钱。我工资不高，以后每个月给您2000块，怎么样？2000可不是小钱，我觉得太多了。台湾分公司那2亿的预算需要你审批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呢？就那2亿的小钱，你还找我？你自己去处理好了。你没看我跟我儿子在那聊天吗？没事，这儿有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，赞助。不是您告诉我要请所有人喝奶茶吗？一共点了893杯奶茶啊，合计是20539块。真感觉姚总监就是不太喜欢职场新人第4，千万别开着比领导更好的车在他眼前晃。昨天你跟我说完我就换车了，怎么样？可以了？想要？那你们俩我先走了。你别上瘾，自然一点，自然一点。耶！对呀，队长。哎，组长好。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同事有个不好的成绩，他们好像都很嫌弃这个，都不愿意跟他搭理一块。王先生，我在测试一款高发新产品的成像功能，能麻烦您帮我核对？你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？真的。你家也不是什么资产好几亿的富豪，好几亿，不是。听说贵公子八次不去自家的飞马集团上班了，不知道，太小瞧我了。听说他这家里边是值300亿的飞马集团，他不去继承，非要跑去那种又小又富，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前途的地方去上班了。李所长，他叫我了，他叫我。这是原谅我来了，麻烦您帮我们拍张照，谢谢。我给我舅舅打了个电话，我舅舅跟航空公司呢换了2个会员的位置。哎，赶紧的，我们走那边 VIP 去。什么都不需要，你我挤一间就可以省下一间房间，我们5分几乎没在，这个就叫出差福利。快去！哎，你去哪儿啊你？这是一间6星级酒店。对啊。但如果我们在我舅舅开的时候，这样的理想下，2间房，双倍出差费。所以这家酒店是我舅舅开的。以马帅的家境，我觉得怎么也是一套高尔夫球杆。差不多吧。哎，那你爸对你一般。作为一个富二代，你过生日，你还送你一副高尔夫球杆，那也太抠了吧。周末天然哥说要带我去逛夜市，吃烤冷面，玩热吃过烤冷面。上班时间可以睡觉吗？也快速这次需要和你这个啊，对，你在办公室等我，我们可哎，姚总监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咱们一定是要用双语跟客户沟通，不用英文，用法语可以吗？回家。收到，辛苦了。